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季前杨基从马林鱼低价谈来国联 MVP 史坦顿 Giancarlo Stanton， 外界都相当看好他能与甲级 Aaron Judge、桑契斯 Gary Sanchez 组成恐怖连线。不过史坦顿前一战却陷入卡弹低潮，狂吞 5K 遭纽约球迷施暴，但他今天与甲级桑契斯首度联手开轰，终于又让严苛的纽约球迷笑开怀。杨基金在主场迎战光芒，首局就由史坦顿揭开烟火秀，棒打光芒先发投手史奈尔 Blake Snell 轰出两分炮，铁补桑契斯则是在三局接力开轰，再度炮轰史奈尔敲成两分炮，而史奈尔也因用球数过多在第四局提前退场。不过光芒牛棚也没能挡住法官甲级中继投手安德瑞斯 Matt Andrews， 一上来又被乔安丢分，接着再被甲级轰出两分炮，杨基提前取得7-1的领先，加上九局推出王牌查普曼 Aroldis Chapman 关门，中场就以7-2击退光芒。史坦顿法新社，桑契斯法新社。